大家 QR code 都扫了吗？都扫了哈。要按大票就在摇滚机里面故意敲的那种。我们再跟大家来宣传一下我们最新单曲 All That Girl 好不好？有说我们的最新单曲 All That Girl 呢，在3月19号中文版跟韩文版已经全面的上线了，好喘，等一下，我不喘吗？没错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新单曲，名字叫做 All That Girl。 对，好，我们是 CTO、好 ，CTO 的最新单曲《All That Girl》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扫那个 QR code 上面就可以有很多一些资讯可以看到。QR code 听说扫了之后有很多的那个惊喜跟彩蛋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新单曲《All That Girl》。好，其实就在看接下来有没有谁要讲的。接下来就拍照时间吧。好，拍照时间，好，一样粉丝福利时间，好，我们大家先拍照。好，一样从右边好了，我们这次好从右边，好右边，好来，把握机会哦，好右边来，慢慢移，慢慢移，好来移向中间，中间，好中间，好我们看一下，好来左边，好来前面，好前面摄影大哥啊，摄影大哥 Q 了哈，来靠这台，靠这台，来。好 ，OK。好，来中间，中间。蓝思维。好。陈思维。OK。蓝思维。王健，王健，王健哥。这里。这条王健。你不要走啊，思维。好，来，最后五秒哦。三。一，好，来，待会我们有时间再来拍，好，我们先来揭晓一下好了。好，紧张的时刻来了啊！好，其实，在今天那个快闪活动之前呢，我们从法郎一开始，
然后就让四位带了计步器，然后我们从第一站到第二站、第三站、第四站完之后，我们就是要来挑战谁的计步器现在数字最高，就要来进行粉丝福利，好不好？哇！当然，娱乐超市队最宠粉啊！天哪！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各自的数字，好了。好，谁先？我们来给镜头拍一下。好，四伟的是多少？讲一下数字好了，来，1555。哦，有拍到吗？1555。好，来，李庆的，1578。因为你们两个在车上坐很近，然后一直喂食对方，所以你们两个的数字很近。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把车上的情况讲出来啊。对，因为刚刚在车上呢，两个就呈现一个 CP 的状态，就是互喂食对方面包这样的。没有，他们大家都有为我们全部了。所以政委你那么的那个在意。好，政委是多少？996。好，不要动。996，哦，好，最后选，哎，你这个不行了，260下，260下，怎么可能？请问你刚刚跳舞吗？260下，应该是坏掉了，对不对？差吗？没有差那么多，差很多哎，1600跟200多，对啊，我们刚坐两台车是。好啦，接下来公布那个粉丝福利是什么了？因为现在数字最高的是雨庆，我，对不对？对，1588，现在变1588了。好，待会我们有没有那个粉丝从第一站开始跟到现在的？有吗？我们找来，请出列，来四站都跟的哦。然后那个有没有四站都跟的？好，来，都来，来，前面这边站一排，一起，好，来一起，好，好了，来，一起，四站都跟，请这边就位，好，来，那个男朋友请骑摩托车载女朋友的，好，还是谁没有爱狗哈？好，来，好，站好了哈，好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不可以那个偷跑哦，大家要诚实哦，好，停，好，来不及了。报名截止，好，来，其他我们大家往后面退一步哦，因为我们那个要让我们摄影机拍一下嘛，好的，来，我们那个粉丝福利时间，待会我们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看到几位粉丝，这一区都要照顾到哦，我们待会一样 ，Old Girl 的音乐一。